那怎么样？还有一会儿，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瑞直播台亚大学2v2精彩射击赛不容错过，神都对决胜率如何？期待你的参与。你解着快节奏视频，你负责剪啊。哦，好好好，麻烦你了啊。进入积分社，比赛马上开始。预备，放。救火！杜林峰这成绩现在是突飞猛进啊，不过杜林峰终究是来玩票的，我还是战神队友。别在意，专心打。四分，小姐打了四分。别担心，跟我。学宝宝们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持小爱。那么我们的那个海雅射击队和我们的瑞直播友谊赛第一轮就已经结束了，目前看到场上的比分是杜林峰和石小慈队遥遥领先，而且我们的预言池也即将关闭，还没有预测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哟。支持省队的朋友们也不要灰心哦，可以给我们的唐心主播加油。唐心主播嗨。那么我别担心，再来公布第一轮抽奖获得下一轮按你的节奏打。第二轮积分社开始，预备放。这轮我先。这轮怎么变成了沈队和小福姐下马枪？强强对决，巅峰较量。做了自己的时间，给我留出了喘息的空档。想不到啊，
小姐姐的成绩怎么突然一下逆袭了呢？我知道了，肯定是沈队啊偷偷记录了小姐姐平均射击的时间，所以志伦才从文大改为了快的。对，有道理。你看那边情况不妙了，杜林峰的稳定性和持久力都有问题，环数已经降下来了。杜凌峰要是这一轮打一个二环的话，就有希望了。啊！拖把，拖把，凌峰，我宣布，本次二 v 二比赛获胜队伍是。沈清源，唐鑫。队长赢了。是啊，快点。Hello， 亲爱的学友宝宝们，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直播继续，请大家不要走开，后面还有精彩的小礼物送给大家哟。行了。闹也闹够了，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下一次。你们俩接下来是不是该准备一下省级比赛了？我已经制定好训练计划了。沈队，还是我俩搭档靠谱。你俩心里有谱就行。放心吧，沈队，我会好好准备省级比赛的。嗯。沈清，你过来一下。请大家稍等一下，提问环节马上开始。沈清源选手已经到位。这么有兴致，刚比完赛就来打球了。来，给我。你今天除了最后一枪，其他的表现都不错，出乎我意料。篮球不是抓在手里打的。但是我还是拖累了小四，他今天表现几乎完美。你是不是没输过？尤其是努力完了，还是输了。老骨头了，不打了。我知道，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成绩是原则问题。我半路出家，还差得远。但是我不服输。练吧你，差得还远。都进射击队了，不练你干嘛去？老头，你什么意思啊？老头，叫谁老头？没贵人。张教，张教，张教。接下来，让我们揭开下一个问题，是由中奖水友比巴宝吹不破提出的。问题是这样：你喜欢的女生类型是什么？我喜欢的女生，我喜欢的女生呢，不是长头发。然后，脸很小，但是肉很多。胆小，好欺负，但是又特别积极向上。他是在说喜欢我吗？